好的，那大家其实今天讲一些感谢的话，其实今天谢谢大家来，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无价的经验，那对我来说也是无价的，因为免费嘛。好，大家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今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因为老实说，今天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两周年纪念日。因为他吵完来，就是我们今天是要来突然讲脱口秀，他就一脸就这样 ，What the fuck？ 你是在说笑吗？这样子，然后就对我先跟你说，我是在那边说笑的，我跟你讲，对，所以就是我等一下把我很多有关他的段子都删掉。哦，为了多下个周年天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不要那么快快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回归正题啊，大家喜欢帅哥吗？男生都觉得帅哥可以为所欲为。对，所以我就会一直希望自己是个帅哥，像我就很希望自己是个帅哥。那为了检验这件事，我就会看我爸以前年轻时候的照片，然后看，看帅，真的帅。对，我再看看我自己，遗传了一半，好，对对对，就是可惜遗传到猥琐的那部分，对对，不能猥琐啊，只可以猥琐，但是不能欲猥，对对，所以我就看我真的超猥琐的。对对，等一下这个人就是很脏很脏，大家有心理准备，不会干净的。对，那你们今天人生就差不多就是按下去了，跟 DC 一样。好，好，预备啊！烦哦！你们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在意吊肠吗？那是因为没有人喜欢跑去寻短。我女朋友喜欢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那么久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如果我去研究啦，男生为什么会那么在意屌这件事情，就是因为其实男生在成长以来，就是有一种会有一种创伤经验，那创伤经验就所谓的阴影，像我就很多。是我以前国中被取过一个绰号，叫做柠檬鸡。对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我的龟头的形状长得像柠檬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反正你交一个很好的同学，他总是在你上厕所的时候，他想跑去在你旁边，然后劈头过来关心你的龟头，然后用拳头关心你一下，这种好朋友，你就有机会变成柠檬鸡，或是凤梨苦瓜鸡、蒜头鸡。那如果偏左，就是左宗棠鸡。对，就是这种现在很鸡的绰号。对，那对我对我来说伤害真的超大的。我有一段时间都不敢露脸给别人看，谁会敢？谁都不敢。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笑。你们知道，你们小时候刚出生一路露脸给别人看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对，三拿像现在，他妈穿内裤，然后穿 CK 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没有钱就穿 OK， 对不对？然后放下，安心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不敢露脸给别人看，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我很怕吃跟柠檬有关的东西。对，像今天那柠檬就不敢吃，对不对？我先买，肉包包，我有良民证。我不敢吃跟柠檬有关的东西，尤其是那个柠檬夹心猪，它那种白白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像自己身上某种东西，就不吃，怕死了，对不对？只不过我现在叫这女朋友，她真的很喜欢，对，她是超爱的。可是我有一天就是他，我有一天跟他讲过，就是内心的阴影，就是像不为人知的过去了。他听完之后，干，他要更爱我了。我吓到，他说我怎么爱的那么没有那种热恋期，是一直浓密这样下去。结果有一天他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就是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。他跟我说不是因为你坦诚，而是因为你喜欢吃酸的，他喜欢吃酸的。对，好，没事，就这样。好啦，就是大家反应不要太大，跟我预期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因为就是各位反应，男生今天男生多嘛，反应大了，就是我也不知道干嘛，对。我可以找黄丽啊。